来，男兵两位里边请。拖鞋两双，手牌请拿好。手牌是应该装对对吧？莎士比亚的感觉。一起来扮演，唱一段歌曲再发言。哎，法官大人。哦，我的太阳，我的月亮。你也不要惹我，会告你们啊！哎，让我再看 TVB 有没有？哎，真的很像看 TVB。你讲乜嘢呀？真的 TVB， 你们现在是属于那种法官团。你不要惹我，会告你们啊！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吗？我曾经听说过，姐姐们跳舞的眼神像在吃肉，我们是比你们更饿、更饿的野兽。第一次看到野兽。Breaking Every。我刚想了一个词，只针对于在舞台上啊，就是说，虽然你们就类似于虽然你们是世界冠军，你们来自成都，你们的名字叫星空间，但是在了不起的舞社，你们没有空间，你们除了 breaking， 你们最后就是 ending。我还有一句，然后再接一个，我说你们来自新空间，你叫前辈杨凯，但在这里，我忘记了是不是？不对，你是前辈凯哥，在这个舞台上，我向你全面宰割。等等，忘了我的凯哥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哥哥们，我们晚上一起吃火锅吧。那来看一下李斯这一轮出来的时候这么飒，这么漂亮，然后这么帅气，怎么设计的这第一轮？我觉得还是每一场，不管是 crew battle 也好，还是说起舞作品也好，希望是有突破的。如果你来到这个舞台上，一定要做你没有尝试过，或者是你没有做过的东西，这个是个收获。当我们想到我们的 crew battle， 哇，遇到是凯哥，所以我在想，女生那就把女生的魅力放到最大，就撒一次，就玩极致一点。你既然就是要漂亮嘛，那就漂亮到底咯，那就全部就穿上高跟鞋，那就试一次吧，就玩一次吧。我还记得我上一次跳爵士还是那会儿，我们上学的时候跟马师，我们那会儿还是高中同学，然后学校那个校庆，就那会儿你知道都是跳那个什么李孝利的那些歌，我们说哎，那不如我们那会儿就跳那种爵士，就是在很多很多年前了。然后现在我说那不然试一试吧，因为我觉得爵士在舞台上魅力是非常非常大的，我还是特别喜欢这样的能量，所以想尝试一下。Respect， 谢谢，真的特别特别厉害。Best Band，
まあ、あの四川の言葉でバストベンっていう、まあ、ベストってバストベンにダメって言うのははい、まあ、本当に素晴らしさを伝えます。感謝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すげーみたいな日本語の方言方言方言。既然你四川话都说了，我只能说好劲啊，好犀利，真的好劲啊，好劲啊！啊，あの本当にすごい、ほんまマジ、あの素晴らしいとかのをこの広東語であの表現しました。刚刚翻译的时候，那个因为方言吧，他用日本的方言，好厉害，而且大阪的方言，哇，好厉害啊！陈毅，他弹完你之后，你要教他十个招，好不好？十个，我教他教你十个招。为什么我弹了还要？不，他教你十个招嘛，对吧？他弹你嘛，对不对？他怎么要附点什么？来日方长，可以哈。来日方长，欠我十个招，好吧？来呀，确定。是这样的，陈毅今天上热搜了。你弹他之前，想没有？对，想一下啊。会抓一天。此人叫黄子豪。几点到几点？评论下面啊，此人叫黄子豪，学街舞来亚舞，来最后一轮。你知道这个游戏比我们刚才录节目还要紧张，你知道吗？加油！怎么脑子不清醒了？